下午两点多，穿着蓝色上衣的骑士骑车切入内车道，减速，疑似打算左转，没想到后方一部货车朝他撞过来，骑士当场人车倒地。有民众路过，赶快帮忙 CPR 急救，把握一分一秒黄金救援，直到救护人员来接受。遗憾的是，骑士大出血，加上头又受到重击，送医抢救仍无法挽回性命。 事发在云林斗六，监理站前，警方调查货车司机当时准备要去工作，疑似骑士突然切换车道，货车因此反应不及撞上。四小货车驾驶经警方事宜酒测结果无酒精反应，肇事原因。 本恩局目前深入调查厘清中。好心民众看见车祸，二话不说帮忙急救抢命。虽然人没救回来，但民众的善举让不少人看了直呼相当暖心。记者廖永斌、杨胜、王世涵，云林采访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酱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蛙虾的3倍，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？ 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